经有千千结结，如果我出社会超过四十年，要被社会污染，哦、啊，所以讲拢会怕卡。社会这么黑哦！你猜的，我、哦、社会是一个大网缸。黑了，幸好我没有涉入。没有涉入就是一条龙，会摔死。我还没死。他是猴子。来，先一个人。哇，还有两个啊、哦！剩下就送给那个。还有啊、哦。妈妈来，走，谢谢。立贝，我要两个啊，接一个。我没有，我没有。来，再一个过来。我接。好。妹妹，还有吗？没有，还有吗？剩下给他妈妈。一人两个还是？一人一个，一人一个，还两个。他回去再跟你。跟你孙子还是跟你要跟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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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哎，我啊，你那个放去，哦，哎，我先年怕过有许丑哈。你看咯，哦，哦，啊，他就打击。好不好？来，再一次。这个拿的时候不要太宽，这个美观不好看。他刚好这个圆圈圈的这个啊。宽度就好哈、哦，啊，这样子上去下来，上去第二次有没有？第三次上去的时候，我手指一比，它就打结了。嗯，啊、这个这等于心有千千结。这个我学过，可是忘记了。啊，妹妹你没有？来，这边，来，到我手上。来，桌子前面有。赶快打开来。这边有。还没干呢。我跟你说美感啊，这它有两种，一种是这样子拿的，这样子的话人家会看破你的那个破绽、哦啊、这个是比较简单，你这样子的话放差不多安尼几度，安尼就平啊，安尼然后三十度吼、哦，好不好？哦，你拿这样子啊，这边这个食指起来呢，好不好？啊，叠这样子的话。哦，你不要拿这样子，要拿这样子，这边比较有靠的面积。哦，啊，放下去的时候，变魔术要一进一动，注意看，是不？你这样子的话，稍微定点一下，是不？要绑一点。大拇指去把它动一下。啊，不是，把它打开就好了。哦，这个的话，人家它有机关的。对，不是机关，这个是技巧。技巧。哦，厉害呢。但是这个是有没有啊？差不多三十几度到三十度。放下就好，但放下那就会打结了。为什么？它这个口啊。为什么？这个口这个角度。力学原理啊。哦，这个角度、啊。跟那个口没有关系。为什么？跟口没关系、啊。跟手没有关系。对对对。啊，那个。这个口没关系。你是让它。它会站着这个。你是让它掉下去的时候自动的会。对对对，因为这个链子是软的嘛。了解。啊，它会卷起来，啊、跟那口没关系啊、哦。对，跟那个没关系。我你那个，不、啊，你那个是属于巧合，你要100%。误打误撞的，你想不起来。我来，我知道啊。知道了。啊，你要好来。知道的话就来，请正战官。再来又。再试看试看，试看。现在是您唯一成功的。对，所以是那个角度，真的没干，是那个角度，是吗？歪一点，它那个就把它卷起来，它就卷起来。你他妈30度有没有？啊，你这个这样子放掉就好了。哦，你把它放掉，啊，你不要这样子。哎，这是故意的。要那个，要把那个。您的角度不太对。你边的。嗯，真的。
角度对了。你把这个手把这边一推出，它就进去了。你要放、那个，它就折起来。你那个不要推，你推的话，人家看到你的破绽，对吧？你这样子，你那个站着好了就好了，把它放掉就好了，你不要动。你用水果。哦、哇！谢谢。谢谢哦，啊你，你学得很快，可是那个技巧可以，但是要差。它是流石。嗯，对。你说怎么样？刘一，然后放在那里。啊，刚刚你们在慢慢在车上的时候就太高。你不要那个，你不要那么紧张啊，要顺其自然，对吧？啊，上去的时候啊，差不多30度放下就好，啊，都不要动，啊，都不要动。哦，这样子的话比较容易被人家看到破绽。这还是唱歌比较容易啊，变魔术太难了。不会啦，哦，我觉得。成功成功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巧合，不小心。对不对？哎，真的是丢毛。哎，我属猴嘞。哎，真的就是。巧合。巧合啊。真的是。这样吗？